小心摔跤啊！再摔一跤吗？如果跟团的，可能就是
蛋。夏天小孩子放假。对啊，它有原住民，原住民没有。对。刚才这个叫什么？我的车里有一个，不是车里，包里有一个。刚才下车就忘了这个事儿。
搿个货啊，搿个货你先取代一个就是。明天这里到时候都很高。那我一进门，赶紧把爸爸的小那个把他领回来，先我们先给他。Yeah.
如果给他钱多少你要多少现在就是裸体一万块钱吧，我实体店买的就是一万。然后你们这小姑娘好多啊，尝了以后就买了一点，不多啊，好，谢谢。
放上去就行了 ，OK 了。要停电的话。
小了一点，你看有一口子就挡不住。他又不能当初都源于你的好吗？对于我们家庭是咱家也就可以了。流水人家嘛。你看到吗？我的恶心。他养的那猫好像就跟这一样吧。
你早卷进他字了，又卷不干啥子。我相信。北门，你去拿北门，北门就是那个。
里还有酒。他也来了，你不要跑上来，跑上来我也不给你照顾。不是，我这样，美女给我们给我照两个照，反正就脚这个镜头看到这脚边住，来。照哪里去啊？就是我这么近照哪里、啊？近在哪里呀、啊？像你这样子的，我就得下来一下，我站着斜的。你照着斜对面，站在那里照，我跟你讲是最好。这下刚才我下面那张上来，今天能帮我、啊？你走开哟、哦！我你。
出行荒唐。